柯广派我来天津，就是接替铁锤，继续执行砍头行动。还要杀？不惜一切代价。还是这句话，我真的是不明白。你可以不明白，但你要去做。我做了，老潘，铁锤让我做的，我都做了。 结果呢？为什么非要三番五次下令刺杀加藤敬二？我知道他杀人如麻，可你杀了他，他们还会派一个新的来，那会是更加疯狂的报复。想知道为什么要杀加藤？有机灵，我不能知道。你可以知道，那就赶紧说。 要来了，哎，爷爷，咱们吃药了啊！哎，嗯，你说这孩子疯跑了一天，我就一眼没看住，他就把衣服脱了。妈妈，不好，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铁锤在的时候，我们杀加藤的原因是因为。 他对我们研究的太深，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也太大。冈村宁次都亲自受到瑜伽堂，并鼓励所有侵华日军向他学习。从华北到上海，有多少亲手哺乳的刽子手，都在模仿他。我们多少同胞，多少战友，有多少鲜血，都是为他而流的，无法计算。 选择一个智慧的方法去杀他吧。我刚才说的，是铁锤在这儿的时候，我们杀他的原因。在我来之前，又有了一个新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汪精卫会在月底回上海，筹建他的亲日政府。日本方面派了一个叫营佐真昭的人协助他建立特务组织。这个营佐是个大特务，就在两天以前。 他点名要加藤去上海协助他工作。我们在上海有一位同志，就潜伏在营佐身边，是个要害的位置。这个同志，就是我们安插在敌人心脏中的一枚炸弹。你热爱情报工作，应该知道这个人的价值。我当然懂，我就是想成为这样的人。我们这位同志。 是冒名顶替他人的，他冒用的身份是个日籍华侨，问题就出在了这儿。这个真的日籍华侨，恰恰就认识加藤，而且交情深厚。如果他去了上海，我们的这位同志就必然会暴露，没有选择，只能被迫撤离。大可惜，那个真的日籍华侨呢？ 早就被上海的同志秘密处决了。这位同志知道加藤要来上海，急电延安保卫部，延安保卫部电令聂司令，聂司令命令克国，为了保护这位同志的身份，绝不能让加藤出现在上海。除掉加藤，对，因为加藤威胁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要点。郝海，你明白了？他必须死在天津。 这就是我的目的。你打算怎么行动？6月25日，日侨俱乐部会为加藤准备一个欢送会，加藤会到场。我们在俱乐部的对面巴尔扎克公寓建立一个射击点。怪不得会派你来，你这神枪手不派上用场。你现在。 肯定比不上我了。那不一定，底子还在。别吹，多少年没磨枪了？多少年，这还真得好好想一想。打最后一枪，应该是在广东的普宁了。想一想，有年头了。巴尔扎克公寓在法租界，到日侨俱乐部。
两点的距离不近呢，得有五六百米吧。用三八大盖打是个考验。我不用三八大盖，我有个助手，卡尔同志。卡尔九八 K 狙击步枪，还记得卡尔九八 K？ 枪械科没白学。98 K 是4年前产的，我在的时候还没它呢。瞄准镜几倍呢？6倍的，我自己改的。 非常好用，6倍瞄准镜能射杀1000米的目标。好，这是前几次行动失败，加藤已经成了惊弓之鸟，他现在基本上不在公共场合露面。他走之前，日桥俱乐部是我们杀他的最后机会了。妍妍，又喘不过气来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润嫂，快帮我把包拿过来。 慢点，不急啊，妍妍不着急啊。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慢慢咽。来，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这不属于机密吗？是柯港同志让我告诉你的，他知道你跟铁锤的矛盾。 他跟我说，适当的时候可以告诉你这些，要你理解这次行动。谢谢组织的信任，我会做好我的工作。有你，加上我就8 K， 加藤已经死了，来庆祝一下。 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秦先生，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你的直接领导。是。这位是莫莉同志，懂日语会发报，他会配合你完成规警的工作。太好了，有电台，有助手，一直是我的愿望。高海，南市的情报组就交给你了，秋明还会作为你我之间的联络。知道了。你这儿还有人手吗？ 有，干什么？我老婆孩子还在王兰庄，我一时回不去，想给他们写封信，让他们先去根据地，省得我在这儿惦记。进步了，会工作也会生活了。来，写吧，我能找到过去的。 这是什么病啊？哮喘。乡下没有治这病的药。上回孩子犯病的时候，杨大夫一天一瓶，3天才止住的。那可怎么办呢？你家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熊阔海演的是哪出？ 我得带孩子回城里去，在这儿这不是等死吗？荣嫂，你赶紧去帮我套辆大车，再找个老乡，跟他说我给钱双倍的。爷爷，
师傅，快一点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！等一下啊，大夫，有没有这个药？啊，我们也有，我给你查一下吧。谢谢啊，宝贝儿，有药了啊，有药就好了啊。妈妈，哎，爸爸怎么没来？爸爸呀。 爸爸，这个没实话的人，我上哪儿找你去？安叔叔，安叔，安子，对呀，宝贝儿，在这儿等妈啊，妈妈去找安叔叔啊，乖。喂，哪位啊？喂，安子，是我，淑珍。嫂子，你在什么地方？ 我在梅姨美会医院，燕燕病了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能不能赶紧过来一趟？嫂子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就过来啊，马上。联络站已经建好了，在南市三不管，叫天成茶叶店，这是我。 我就是秦掌柜。我要是不在，就跟伙计说找秦掌柜。有茉莉花茶要低价出手。对，你的代号叫海东青，记着，海东青。我记住了。大夫，大夫，得住几天啊？来的有些晚了，病情很严重，可能得四五天吧。我们能不能把药买回去自己吃？这样不好，孩子发烧了，也咳嗽，不单是哮喘，还是住院好一些。哎，嫂子。 就听大夫的吧，要是钱有困难，我去想办法。不是钱的问题。阔海在哪儿呢？不告诉我是吧？熊阔海是干什么的？半个租界人都知道，日本人也。 正到处拿他呢，就他好，顶着个小聪明脑袋，死活不认。瞒着我没关系，可这孩子怎么办？我不是想瞒着你，是我实在是不知道。你们这两天到哪儿去了？城外。要不是孩子病了，就真走了。去什么地方？ 是阔海找的地方，我也说不清楚。行，都把我当贼放着，我也不问了。不过你们回来正好，要不然啊，这辈子咱也见不着了。我也要走。你去哪儿啊？去满洲。去满洲干嘛？阔海没跟你说。 我找了个东洋姑娘，说过两句，可是，那为什么要去满洲啊？不去满洲我怎么办？啊，我们俩在这儿能过日子，那不成汉奸了吗？可是安子，你到了满洲能干什么呀？嘿，能干的事儿多着呢，说相声，说评书，评戏折子戏什么的，我都行啊。 どうですか、上海の天気は。暑い。風呂の方は。はい、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。では。失礼します。
報告します。王政への特使が天津会の御聖地に会った模様、何やら大佐とお話ししたいと言っておりますが。王政への特使が何の用だ。我是汪先生的特使水志平，来天津之前李世群先生托我转达一个重要情报。我们在北平的情报员发现共产党方面最近要在天津实施一项计划，叫砍头行动。从人员和武器的调配上看，可以确定是一次暗杀行动，针对贵军将领的。目标还不能确定。明天中午12点，会有一个卡尔先生抵达天津，入住法租界的天津旅店，跟勋章接头。这两个人是这次计划的重要人物。我讲清楚了吗，加藤先生？そのカール氏とはどちらからおいでで？那个卡尔先生从哪里来？北平。確かな情報ですよね。消息可靠吗？李世群亲自委托的，肯定可靠。承知いたしました。水さんと李殿には感謝いたします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还有李世群先生。中共の行動計画が発覚した。天津で我々の士官の誰かが狙われてるらしい。明日正午、フランス領域の天津旅館にて2人の重要人物、カールおよび勲章を捕らえろ。分かったか？了解しました。明日正午、フランス領域の天津旅館、2人の重要人物、カールと勲章、逮捕します。好嘞，石先生，请问朱鹏寿先生事儿进展怎么样了？我向万能的上帝发誓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你们的钱到我手上的时间太晚了，要是早一点让我送出去多好。朱工程师怎么了？愿主保佑他的灵魂得以安息。死了。哼哼。My God。杨先生，深表遗憾。这个钱，我还给你。那他的尸首呢？抱歉，我没问。这需要我去问一下吗？该死的日本鬼子，又是一笔血债。朱先生来说，也许是一种解脱。在宪兵队活一天，那是要遭一年的罪啊。这些钱麻烦你交给朱先生的家人，可能不多，但是足够他们孤儿寡母用一阵子，算是你我的一片心意。我现在就去他们家，把钱送过去。你等一下，这个你拿着。加入我们组织的表格，这是很严肃的事情，也是很庄严的时刻，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填写，情况必须属实。可是我对你们还不是很了解。我愿意进步，也支持抗战，可像我这样的人会有资格吗？
裴小姐，我是非常真诚的邀请你。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私人的原因，而对组织有什么看法，好吗？以后你会明白我的一片苦心的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们国民党和共产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了。哎呦，裴小姐，你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呀？看见没有，我们是政府的。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，他们是溜边的，懂吗？我们是正房，大姨太，他们连五六姨太都算不上，丫鬟，而且是想当姨太太的丫鬟。嗯，我好像明白点儿。 看我这脑子，什么？寇海给他老婆的信。去哪儿？天津旅店。 机关，昨天上海来人，说今天中午12点，你们北平的卡尔同志和天津的勋章。卡尔同志，是的。你继续说。卡尔和勋章在天津旅店接头，特高格怕消息走漏，特意从驻军机调的兵。太田已经带人在那里埋伏，等待你们的人出现。还有半个小时。 我一听消息就赶来了，是你们的人吧？你赶快回去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马上出去一趟。好，让一下，快点，再快点！ 一共三个。その中にカールという人間がいるはずだ。どこの部屋だ？カール先生住在哪个房间？没有カール先生。その三名はどこか？这三个人是一起的吗？不是。とりあえずそいつらの部屋番号教えろ。我要知道他们的房间号。 叫唐东，是。快点！
그래도 들여대게. 四倍的瞄准镜我没有带，听说你有六倍的。我有。停车。 받았다나 이게 노른 싫어. 하이. 뭐야?
岁。卡尔先生的尸体抬走，撤退。会是谁呢？老潘的，还是接头人的？无论是谁的，旅馆里应该还有一个人，他没出来。日本人就这么撤了吗？日本人撤退是假的，熊阔还忽然明白了，他眼看着日本人设下了圈套，等着另一个同志自投罗网，他心急如焚，却无能为力。
これは死体から出たもので、どうやら春光杯が妻に書いた手紙のようです。淑珍，原谅我不能回去陪你们一起去机动根据地了。这边的事情确实很多，我无法脱身。你跟孩子先去吧，我这边忙完了就去跟你们会合。你要相信，我心里有你跟妍妍。根据地见，春光杯。通訳によると。どうやら春光杯が妻に書いた手紙、エンエンというのは奴の娘。他にはジード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、奴がエンエンから来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。くだらん。そんなことは特使からとっくに聞いている。国営公館、大和公園、そしてこのドイツ式モーゼル銃。標的はすべて私だ。やつらはなぜ私を狙う？それはやつらにとって何よりも大きな功績となるからです。春光杯の死を大々的に宣伝しろ。は。我在教堂那边等老伴，听到枪声，知道情况不妙，可又不敢离开。老板说，你只要看到这个，就会明白要怎么做。我明白。